我不想要是你们的人了。你们金风细雨楼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屡次三番的救走关七，是想等他翻过身来把我们一一格杀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世界上没有惨死的英雄，无命的好汉。 把人都派出去，全城搜捕关七朱小妖。你现在是金风细雨楼的人，是。那他们想杀我，你要救我，你是背叛他们了。圣主对我有救命之恩。既然你还记得我是圣主，那你还敢锁着我？我不想关着圣主，也知道你不会听我的。 你死了，你的孩子怎么办？我的孩子，我孩子早死了。他没死，你昏迷的时候，他一直在照顾你，你见过他？没死。小白当年不是说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吗？ 当年那个样子，小白不相信你能做一个好父亲。孩子一生下来就被秘密送走了。我的孩子，凭什么你们把他送走？凭什么你们觉得我当不了他父亲啊？ 你把我放出来，现在你要杀我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你杀了我朋友，今天我就要杀了你，不为道义，只为私仇。哼，这才对吗？王小石，为私仇杀人才算是能耐，为大道理杀人那是傻子。来吧，快点把你弄死，我还着急去见我儿子。我儿子没死，这次我没骗你，是吗？ 恐怕你再也见不到了。 Oh!
杀得了的人，人就为我所杀；我杀不了的人，我就为人所杀。你现在可以杀我，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，踩死我。哎呀！这刀砍下去，斩的不是魔就是神，没什么不可以。但关心带着有条集团的秘密，一定要活着落在我们手上。你已经是个废人了，从今往后只能像只蚂蚁一样活下去。我没有必要踩死蚂蚁。今天天气可真好。哎，我们去那儿吧。怎么样？我跟你们讲，琼林院可是皇家园林，平日里一般人可进不来的。不过最近皇家开恩，梅花当季啊，可开放半月呢，这才有了现在这样的景色。你们呀，可得好好看一看，闻一闻。闻了，也看了。那就把它记在心里。记下了。那说说，你们有什么感受？挺一般。挺好看的。闻着一般。你们逛吧，我去那边看看。我去那边。小姐回来啦。大主顾送来的。